妹，我是从休斯顿来的。哦，主啊，我今天将我的主权交给你，我自己奉献给你。哦，我即将去 Austin 读大学，主啊，为着我大学四年的学业，哦，都枉费在你面前。主啊，我希望我在那里能够受成全，能够喂养小羊，能够传福音，主啊，做你的见证人。香港教会，主啊，我愿意把我的全人跟我的全家奉献给你。主啊，我愿意接受你任何的训练，练进我。哦，主啊，我愿意学习成为一个对你完全顺服的人。主啊，求你得着我。哦，为着你在地上得着你废王的见证。我是来自芝加哥教会的。得着主如获至宝，主耶稣是我一生的至宝，也将是我全家一生的至宝。所以我把全家都摆上，在神永远的经纶里做容纳他的器皿，做得着他的见证。德州培勒教会，德州培勒教会，我愿奉献自己，全因你的大爱。主啊，我们愿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一生，奉献我们的一家，我们所有的家人和我们的三个孩子，也特别将信仰医学中心的弟兄姊妹奉献给你，让主在那里有更多的见证人。是康州女黑门教会，我在这里更新我的奉献，愿意将自己完全绝对的奉献给主，也奉献我的弟兄跟两个孩子，还有我的妈妈跟妹妹，还有我的公公婆婆，愿主得着我们全家，做他刚强的见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南加州 Monty Park 的我是上个月才得救的，所以说在灵里的年龄还是非常的小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就是说并不是晚的意思，而是说我觉得非常的及时，在我的生命里面是非常的及时，我很庆幸我被主得着了。那我以后呢也会把我自己的一生，我的工作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家庭，还有我就是在国内的父母呢，也会想把他们奉献给主。主黑门教会，哦，主耶稣，你是我们的良人，哦，主啊，你属我们，我们也属你，哦，主耶稣，把全家奉献给你，主啊，请你怜悯我们，保守我在你的路上，一生来侍奉你。哎，那主耶稣，我爱你。门道教会，年前我弟兄参加有这些训练，他就把我奉献了。是。然后今天聚会之前，主说。训练来到 play 的，为什么你不站起来？主啊，我真的是感谢主的怜悯。主啊，我们 play 的弟兄姊妹何等的有福，德州的众教会何等的有福。主啊，我们愿更多的把自己献给你。我把我的时间、我的诚心生活、我的 RSG 还有我的弟兄的工作、我的父母都献给主。是将我跟我的姐妹、我们全家，还有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岳父岳母，还有我的小舅，还有我的弟弟，都奉献给主。我们愿意成为主耶稣的见证人。主啊，求你怜悯。我是来自纽黑文的。之前因为一方面因为这个体的顽固，另外一方面因为灵的软弱，我始终不能够在主面前完全的幸福，而且这也影响了我对主的享受。但是今天我愿意在这里起誓，主啊，自从你用宝血将我赎回，我就已经属于你。现在我愿意你来支配我一切的主权，我愿意将我的全人全魂都一起交给你。哦，主啊，我们需要你来带领。主啊，我愿意为你而活。感谢主，爱荷华州，爱荷华 City。为了耶稣的见证，我愿将我和我的全家奉献给主，还有我的两个小孩，愿他们从小就认识圣经，让他们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。将我的时间奉献给主，让我能够建立个人情深私下属灵的生活，也能够与弟兄更同心合力，把家打开，冰箱打开，今年在那边享受教会
生活。我是来自中国大陆的，我是这一次来美国看女儿和女婿才得的主。我们家女儿和儿子都，他们都上主得救了，只有我和我的弟兄没有得救。我是这次三月份才得救，觉得我真是亏欠安主太多。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我这次迷失的羔羊，他把我终于找回来了。我要把我的全家，把我的余生全部奉献给主，把我的家门向主打开。我要把主恢复的福音带到我的家乡。放烧我，在我的余生，我要努力干加倍的爱主，真正做主的达圣者，愿主悦纳我，不要让我周边的弟兄姐妹，让我的朋友，让我的亲戚，都把福音传给他们。